的那个交换户哈，然后手指我讲哈，手指要举到一肩平高就好，一肩平高，然后退的时候就再放回来哈，然后来来看我来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吗？今天我就结束了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不要哭，要抬脚无所谓啦，因为他没有脚要不要抬脚？好，来，你要哪里再来一次？慢的交换，可以吗？